好多人的一日，为了迁就黑夜而停下来，但生活不应该是这样。渣打全力资助太阳能发电供应，解除黑夜限制，令商户可以继续点亮社区，而我们不会满足于一次成功，将来会继续尝试以不同方法帮助企业成长，因为我们不断寻求突破，一心做好，始终如一。